相聚是为了追逐梦想，就让我们携起手来，看着前人保护于传承足迹，共同建设我们美丽的精神家园。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第四届中国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闭幕式晚会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让我们相约2019年，再次相约中国，相约美丽的成都。亲爱的朋友们，再见！再见，朋友们。是大家充满了激情。